所龙应台，中国是有真正文本，伊就比如讲正月七十，伊讲空六正月七十，伊就甲讲，讲这是一个魔咒的口号。哇，这把这把这把，啊，咱不是就唔敢讲。这是足吊诡的，就是讲，即摆唔是干呐，就是讲即摆是干传播尔。但是遮个人参与政治的遮个人，你讲中生代或啥物也好，因遮个主体性是伫代，因是呐遮尼容易啊吼受到影响，遮尼勇气都放弃，哦，导航，啊，你都讲唔通讲，啊，我就唔爱讲，啊，伫即摆现主席就是。明仔载后日就要选举民进党主席内面，啊，同款这个问题出来，就同款这个问题，刚才啊，阮读管理的人，阮是差不多了解这个物件。一个公司要成功，伊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即卖是台湾，是迄、那个大家拢爱去甲丑化，当作物件，去做歹的物件。但是，管理经营一间企业，你要成功，索尼也好，其他企也好，米其林也好。你也无核心的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这公司是无可能做长远的迄个物件。这经营这是上基本的方法，会当持续的创新。咱的时代无同款，方法会当持续的创新。但是这个核心的价值观，无人会讲啊，咱唔通讲，讲索尼员工讲嘿，咱唔通讲，咱别人讲咱即摆咱索尼无好安尼。嘿，这是足吊诡、足吊诡物件。这唔是讲干呐讲处理媒体尔。这些人的主体性，咱若伊这些人无重新建立本身的主体性，咱就是有媒体有好物件，啊，伊可能伊嘛是可能伊的选择性去接受别个对伊来讲较有权威的来源啦，哈，伊的权威来源可能就是美国的，哦，中国的，嘿，啊，主流媒体。迄个贵阿兄吼，你迄还搁再有美甲西吼，咱搁剩三十分尔。对对对。你小可在迄款迄落诶题目，搁在小迄个重复。我乱一下，我安那个重点讲一下。啊，你是干这重点？啊，对面哦，别只哦。对对对对。搁做一个综合探讨。因为吼，今仔是干那，是干那短，干那开头啦吼。对。因为这后壁你看这吼，就是有伫上上尾遐，对不对？所以咱要讨论民进党对不对吼？哦，讨论民进党遐有无？措施疫情都溃败无？直接内底开始监督民进党吼，哦，即几冬的迄个论述啦吼，思想啦、政策啦吼，爱组织啦吼，伊安怎含人民的连接啦吼，安尼即内底那讨论些啦吼，所以即内底我想刷了咱诶继续讨论吼，搁较深、搁较宽咧。伊即嘛是诶，所以咱讲啊，所以历史的课题遮内底吼，就讲到咱本身做即个革命运动内底，诶媒体的突破遮内底吼，我后边那可能会爱处理这个代志啦吼，哦，啊媒体连接啦吼，所以我来感觉讲吼。台湾的这个媒体运动的联盟是不是有这个跨区域的这个媒体的组织吼，出来处理了吼，来处理了吼，就即马今仔这邱国正先生在遮呢，对不对吼？所以大家是不是安尼，就是讲这媒体的这个这个组织吼，会当用跨区域的整合起来吼，啊内底吼，可能都用较客观中立的物件，无好受到党派来操控吼。哦，报个新闻哦，新闻可能是擂台新闻啦，青年论述啦吼，青年论述啦吼，啊，美露话题安尼吼，这个物件哪会当联合变一个组织吼？恁大家拢会当去处理这代志安尼吼？这新闻变作全国拢会当共同来去使用，共同进入去讨论那个风暴内底，哦，少年人会当参与安尼吼，啊，这个物件可能吼，这叫做这个网络要叫做啥物名吼？恁家己处理吼。我就是讲多少个网络，台湾多少个网络安尼吼，哦，安尼时阵吼，你若无整理，你若每日大家拢一个，对不对？嘛是刷刷啦，吼，无就变 K 啦，变河流啦。所以嘛，那不然吼，这论述吼，这力量无就形成啦，吼，我是这样的吼。啊，另外就是讲第二、第三，因为春节有一个，我是不是建议讲较重要一个议题是全球化，这个是不是请吴教授来提供一下？这个有关全球化问题吼，我感觉讲这个问题是最近人关心较侪啦吼。但是这个迄款个人甲总体的问题吼，个人就对了吼。我甲迄款迄个全的问题吼，即算是讲人类有史以来拢常伫一直伫探讨，包括迄个古代迄个希腊吼，了后我嘛提到问题，即真重要问题。啊，即摆全球化的问题吼。甲即个迄款，比如讲淡水个问题，迄款关系是啥物所在？就是讲，即摆全球化本质咱来甲分析，就是讲，阮讲做 global 吼 ，global 就是讲迄个全球主义的吼 ，global 是啊，但全球主义主体是啥物？就是美国主义嘛，
主题就是讲，啊，要将美国的思考甲伊价值观的是，安尼，杀去甲全国这个诶全球当然是受着真侪抵抗啦，西亚嘛加减会抵抗吼，啊，迄款迄落诶中国嘛抵抗，啊，迄款差不多拢中东也抵抗也较厉害，对无吼？啊，所以这重要的问题是吼，就是讲诶，咱讲较搁较客观，就是讲吼，普遍价值什么物件的，啊，这人类说是有史以来吼，拢总有共同问题。咱用中国大家较好理解，就讲中国的迄个儒家思想吼，伊是为汉就开始的是，伊甚至讲一个中国的上阶段的价值就是儒家思想哦。但是你儒家思想到迄个汉朝末年的时候，伊面对几个课题，无法通处理啦。哦，比如讲，你儒家思想内底伊想要搞是啥呢？宦官，伊迄理论内底无宦官的问题吼，无外戚的问题，吼，要怎处理？啊，这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崩溃了时，你要怎处理？现在大段的时，迄阵的是佛教较老的嘛，佛教的价值观念比儒家思想哦，比较普遍性的价值，迄是老的。啊，比如讲，渐渐，迄个佛教啊，迄款迄个回教种种的迄款思想的是渐渐，迄个扩张的是，伊拢有一个一定的范围。佛教伊的迄款佛教文化圈有一个范围，啊，回教一个范围。啊，但是呢，近代就是讲西方的价值体系吼，伊扩张就真紧，伊大航海时代了的是，伊经过迄个产业革命甲迄款迄个，吼产业革命的时吼，甲即个迄款。市民革命了的时候，伊才扩展到全世界、全球化，就是讲扩展到全球化。啊，全球化最后接近就是美国，吼、哦，美国主义的是变作讲全球主义内底的主流去嘞。啊，但是呢，咱是不是有当作是要抵抗迄个全球化的迄个，就是讲吼，当然是这个问题啊，包括家己的迄个主体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我当时开始思考呢，还未有 globalism 的时候，就是讲还未全球化主义的时候，我六十年代的时候，我1964年，我参加迄款台独运动，迄阵的时候，我有两个思考啦。当然是我阵是开始迄落对铁塔有注意吼。啊，迄阵的时代是讲，迄小水上届迄款是对天格吼，会再讲全世界上届迄款流行的时阵，迄款是伫迄个时阵。所以我对参与即个迄落台湾的运动是，我迄阵本身的是迄款的思考就是讲有两项啦吼。就是讲，台湾未来的课题是咩吼？咱即摆讲即美丽历史课题是吼。我迄阵我好思考是，我思考两项，就是讲台湾各方面拢比人加较差，加较后，加较慢吼。所以后即一个问题啦，比如讲你政治的是变怎有比较这个发展有迄款民主化有甚物问题？迄属于各种方面咱有真个问题，后即一个问题咱要怎克服？吼，也是讲迄个主体性问题，咱要我迄阵吼。就是讲，我参加运动的时候，就是讲20世纪，就是讲，咱台湾人最大的课题，台湾人本身，吼，就是讲，咱唔要讲台湾主义，台湾主义最大的本身有啥物课题？我迄阵20世纪，我思考有两项，铁道上的思考就是讲，要怎克服迄个后进性、后进性的咧？要怎重新建立咱台湾主体性？迄阵我一直思考超40几年，拢传授拢思考这个后进性甲这个主体性。但是呢，我感觉讲哦。我的思考年代的时候，20世纪内底30年代的时候，我讲有真个想要搞的，想要搞就是讲吼，迄、那个20世纪了的时候，咱问题不是讲甲后进性啊，甲迄个主体性问题，咱个面对非常侪的课题，这课题包括吼，包括全球化的课题，包括不可能，比如讲吼，资源免怎，吼资源转世资源免怎，啊人口免怎，吼啊迄款迄个环境问题变怎？吼、哦，我这就是讲哦，这问题吼，包括俄罗斯问题内底吼，咱有全球性问题。啊，这问题是啊，你袂当讲单独，比如讲你中国你要安尼就安尼，啊，迄款美国你要安尼袂使，就是讲咱地球人来说咧共享这个迄款地球有限的资源，吼、哦，啊变怎来迄款克服这课题？这是咱正在讲，咱以台湾做出这个事，咱袂当主张讲咱安怎，啊，咱无法度参加这两国，咱袂当讲。台湾人的是变怎样怎样，咱咪得去写发声去，这是台湾主义的发声，发声的向世界发声的是，咱咪怎感觉迄个发声的状变怎强调这个台湾主义，咱的主体性，这完整才是呢。咱还有其他咱想袂到的全球化的问题，我讲这真侪，咱来一步一步来去处理。我想就我想拄仔吼，佮咱的问题，又佮咱后起码佮后面要讨论的重心啦，对不对哦？就是台湾。我先打一个岔嘞，咱中道吼。要食啥？迄、那个鲷鱼要食鱼啊？有无？
有要食鱼啊？我咧确定，我讲鱼，我真食啦。我讲到鱼，我拢青菜，我大行拢好。鱼啊，阿来鱼啊，好不？是是。鱼啊，全部好。鱼啊，好不？我你点唔好，你点唔好。我个叫叫，叫。鸭肉饭，迄、那个挂面，挂面，我刷了，我因为下晡我爱钓，我爱去去捕，我所爱先入面，入面啊，我带迄边去食。安尼无要紧哦。那即嘛，你拄仔讲这吼，所以就是我这迄、那个第二条吼，历史的课题内底吼，就是我是用提出问题意思啦。所以这个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内底吼，其实即嘛美国当然是咱。确定是从美国的主导嘛吼，所以美国主导就叫做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物件吼，跨国资本。内底吼，我感觉讲有三个物件足重要吼。第一就是资本啦，第二就是迄落生产地啦，吼，第四是生产管理啦，吼，这带动的就是，不过是讲这美国移动啦，吼，啊文化啦，吼，啊个主体性啦，价值观遐物件拢出来吼。所以，但是这个物件呢，二十世纪变复杂就是讲。资本啦，吼，这个生产地啦，对不对吼？这个做气地啦，吼，气地啦，吼，啊，佮这个迄、那个，佮这个生产关系吼，随时在变动啦，是变动对不对？资本变动，啊，生产地气地变动，吼，啊，这个生产关系变动，伊就会变动嘛，所以伊就会可能走个无同个所在嘛，所以变个咱无法度去处理啊，但是啥物人安怎去管控呢？美国的管控，啊，美国的主导的管控，安尼吼，所以这个问题，直接从哈台湾变到直接内底追求咱家己吼，倒转来讲台湾主义内底对不对？咱家己安那发射，安那生存，吼，安那主要是安怎？包括我们按未建立的国家是变哪，革命就是变哪来面对吼。所以这个问题嘛真大，所以直接后边这题目我有在想讲，这个现代化，台湾现代化差不多跟你说对吧？吼，哦，这内底啊，第二就是讲全球化的台湾的卖场卖场，因为咱的资本嘛是对伊行，吼，咱的产地嘛对伊行，有没有？咱的生产观念嘛是照伊游戏规则来处理啊，咱人口嘛对伊行，安尼啊，吼，所以哦，这种物件吼，真复杂啦吼，但是咱无咱被迫啦吼，受到压迫，一定爱去处理这个问题，吼，所以今仔这个问题我讲到这呢吼，啊，第三就历史的迷茫吼，这个问题吼，无法度有一个答案吼，但是咱不得不爱提出来，对不对？今嘛论证到国民党啊吼，吼。啊！台湾目前的问题吼，是其实有人想讲足简单吼，但是这内底我大概做一个，我家己思考，就是讲提纲啊吼，就是讲台湾目前问题不是单纯的问题啦吼，这边的数啦对不对？就是讲离散吼，因为这些移民嘛来加对不对？离散的迄个情节吼，那些个了文化这个想象的迄认同嘛吼，安尼吼，第三，家己本身建立文化内涵甲内容嘛吼，第四个就是讲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吼，造成台湾目前的问题啦安尼吼。民进党这个问题在台湾发生，民进党无多改革甲真好嘛安尼吼，国民党敢有在调改革真好，对不对？这个问题可能爱讨论个这迷茫吼。第三点就是讲，即马国民党获得政权了，伊会可能。伊即个情形发产生哦，就是讲八当前阿扁也摕到政权了吼，伊讲啊，伫咧社会内底做侪外省独军，就讲啊有伫人要杀害内底啦，吼，但是八当吼无杀害内底啊，对哦，无人要伫杀害内底啊，啊不但安尼对不对？特别当选拢有三个政策，三个政策甲你闹，特别拢安尼，佫寄一个红包红军啊，对哦。不但无杀内底，对不对？台湾人实在有够高义吼，啊，佫软弱啦吼，啊，佫自卑啦，无，这代志拢无发生。所以，即马国民党摕到重新摕到政权了，伊这种焦虑，佮无去政权伫手头啊，无这焦虑无去了，伫台湾个中间，未来是毋是咱中华台湾人认同个台湾国家认同？吼，是这个问题吼，这是迷茫吼，无确定啊，但是咱先两个。这迷茫个问题吼，我有滴思考讲吼。到即摆为止啦，已经选举已经煞吼，但是咱迄个痛甲毒的问题还阁留条伫咧。啊，咱要对探讨的价值观吼，比如讲痛较好啊，毒较好的时候，即咱就是讲，咱要无解决这个问题吼。啊，但是按照我比如讲铁达这个思想来思考这个痛甲毒问题吼，即若在铁达上讲的是迄款一啊，一就是讲单元一啊吼，价值观上单元一啊，甲多
伊较倒的问题，痛就是进嘛吼。啊，迄款迄落毒就是迄款要为迄个痛的是要怎克服这痛的是要迄个伊较侪的问题，伊较多吼。啊，就讲这个思想，就讲这个铁塔思想是硬，就讲归于一啦，定于一特别吼，硬吼。啊，这边呾探讨的是吼，阮差不多四十几年前的时吼，有捌迄款甲日本的迄落，日本当时有一个真有名的。因为日本真了，即个家叫做迄个清水吉太郎吼，哦，迄个新名字吼，伊古达罗吼，清水吉太郎。阮捌甲问讲吼，伊款你入面讲统一有啥物好啦，有啥物好所在哦？伊讲啊，伊可能甲问者，伊无同意。伊讲吼，伊讲我做一铁塔家是，我先来滴暗暗思考即个统的好啦，好点是特别好特别。吼，啊，所以讲吼，咱若用迄铁塔思考的时候。咱刚刚讲吼，中国最大的悲剧就拢为伊痛来嘞。中国从政治历史悲剧为伊痛来。啊，这思考是中国人真少发生这痛到底好多个思考这代志嘞。一般吼，一般的迄落思考吼，就是讲，那按照我一直去思考的，考生讲的，思考中这价值吼，单元的价值是好这边所在，啊，多元的是好这边所在嘛。我伫思考的话，我刚讲吼，这个包括这不是干啦，迄个咱的价值思考呢。包括地球物理学内底是吼，我不是问迄款物理学专家嘛，问讲即个地球吼，迄个扩散原理吼，啊，统一的原理到底会是统的原理，啊，甲布拉克咯对无吼，黑洞的原理吼，不是你思考即个微物理学思考甲即款，啊是讲 entropy 的问题，吼 ，entropy 就是讲要变哪讲，迄个能源迄个，我有做个即种探讨的对吼，啊，迄款迄个最后的事就是讲探讨就是讲，比如讲中国人吼。伊即大同思想，就是讲拢同啦，吼，同的思想吼，迄做最悬的价值观念，就是讲社会理想，但思想吼，按照西域的价值的体系，就是讲台湾的体系，就是讲吼，迄个大一的思想，唔是大同大一啦吼，即甚至讲两个真正大迄铁塔上对立问题，我讲要探讨台湾的迄款历史的面貌内底是哦，咱要确认讲吼，连这个统派人吼，很知影讲因的悲剧是倒位，啊，你要怎了解恁的悲剧，啊，要怎讲入面讲吼？在整个世界人类内底历史发展内底时吼，这毒的是有啥物对恁贡献是有啥物贡献？就是讲，你若接触毒的是对中国是有偌好、偌好的是，因为咱了解这吼，这咱无看入这铁路体系。到这边为止，我所看到的这内底是无看入这体系。啊，但是这款体系是咱来确认，若无是你未赢，啊是讲无法通说咯，人家痛的人讲，或恁痛的是我比如讲，我要甲恁痛的人，我会提出真侪问题来问，伊拢无法通答，就是讲吼。因唔知托个秘诀，因无去探讨整个历史啦，干接受传统的时候，啊，传统的价值观是因藏做，就是无去探讨迄个整个历史的具体的事实。我讲七点的是，咱未来今嘛发展的努力是我重要的七点，就讲要探讨这个未来问题是。所以嘛产生一个对位机制啦，叫对位机制吼，直接在这啊，就这个统的人来探讨吼，那不要安尼对论啦吼，这个是你讲。我即摆我想回应，迄头拄仔讲全球化，迄真正作趣味就是全球化有几个在地经济赞助，美国是重心，军事啊应该算美国重心，军头部上大了，吼、哦。文化因为伊掌握这个传播的力量，伊有一部分有足大影响力，但是其他的议题，环保的这议题，资源问题，迄是全世界逐个人拢都要去分摊的。即摆变作讲货主干呐几个。干啦有中心，啊，其他的这个问题并无中心。啊，台湾处理这个情况底下，伊选择吼，这真正是一个困扰问题啊。我记一个例啊吼，我纽西兰的一个同事吼，伊一个阮这行的教授，啊，伊最近我咧甲伊开讲，伊就发现伊个讲一件代志，伊讲，因纽西兰我是资讯方面的科技的发展才是正，迄个创新足，但是因纽西兰本身无独受益。因为这个物件技术靠到一个程度以后，即美国的大公司，哦 ，Microsoft 啊，即个大公司，你白，啪啪啪啪啪啪，食